这绝对是我氪金有史以来玩这么多游戏这么多年这么多次最欧的一次了。这条视频可千万别推给马化腾啊，他要看着他是真疼啊。我说金铲铲比王者荣耀和恶冰晶坑钱，你们不信，你们看着啊，来，你们瞅，你们自己瞅，就给这个东西哪有一个能用的啊。我玩这么长时间这游戏，我都不知道这什么蜜什么剑这个滋水枪是干啥用的。我刚才我好奇，我点进去我瞅了一下，在游戏内给对手发表情用的。我花5块钱买2个滋水枪上游戏给他滋人去了啊，我花5块钱买点那个爱心小剑我进里面扎人去了。兄弟们，以后你们打游戏在游戏里碰见谁给你们使这个道具，你就记住他家钱没用。接着来吧，少说废话。听，你们听，马化腾，你这种行为给我家猫气的都嗷嗷叫。又来了个198，兄弟们，哎，咋就俩呀？我操！我操！金光！金光！兄弟们，金光照天而过，金光来了！10连抽啊！这绝对是我有史以来所有游戏最欧的一次，22抽直接金球，太逼真了，兄弟们，我太逼真了。